五水潜水棒主要的一种，它是六寸口和八寸口的，因为再大的话，它不适合现场抢险哈，它这个安装速度比较慢，我把别的订单先跟人家商量商量，先暂缓，全力以赴干咱们这次救灾需要的东西。 七月以后订单就特别多，因为各地这个水降水量比较大，多的时候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五六十吨，啊，现在基本上达到七八十吨，就是有多少订单，不管怎么都要抓紧时间把它生产出来。